我连打，我连打。兄弟在 Hello，外，哎哎，你好，你你好，是刚带，才我看你跟我联系，我的对，粉丝都说要加上你。没有这边，我这边他们喊我说喊着是找找那个能不能给看看美国户外的主播，说你哎播呀，着，我我看是你个像小主我播，不，我看你像卖货，你是卖货的吗？还是咋的？我没有卖货，没有挂车，我啊，因为没我挂粉车丝太少了，啊，唠嗑不耽误，就我是一唠个嗑聊不天耽误。主播，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这边生活。行，那行。我经常会刷到你的直播间，挺爱看你这个直播的，啊，你那粉丝看过好多呀。啊，看过看过，你那可玩意儿是装我不们的了，榜样，美那国装主不播了。的榜样。不是，我这都回国了，不算美国主播了。我看你回国了，嗯，那对你呀，肯定是我们美国主播的榜样啊，那么多粉丝，我们那么美多国人喜主欢。播，我工作都辞了，我工作都不干了。喂，你怎么又想着回去了？我其工实作都回国也辞挺好的。了，整的朋我没有 PK 过啊，我是一个小白，我第啊。一次点接 PK，我不会啊。没你事先不如没事和我没事， PK，咱们就聊聊天好不吗？指着打我票，不会可以聊 PK。聊天。你搁哪个州啊？平时？我在纽约呢，啊，在纽约呢，怎么对，样？算是高华呗，应该看我瞅这个后面带泳池，啊，没有没有，就是老百姓，你也知道，在美国这边游泳池也不也就是普通中产不是啊，没啥的。原来游泳池是普通人，现在游泳池是高华。没有没有没你有去多少年没了有，吧？啊，你去多少年了吧？我来7年。7年？那你7年你还没数吗？3年前，我3年前讲什么加游泳池住几层楼的，那都是普通华人。现在不一样，现在你只要加后游泳池，说白了这后这个 single house 后面只要后院你能独立室，那就是高华，妥妥没毛病。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还好吧，因为就是我家周边，我在长岛，啊，就是我家周边这边吧，它可能带泳池的可能比较多。长岛。啊，我认识个哥们儿，跟纽约卖袜，他家住长岛。也住长岛哈，啊，也跟长岛俩孩子上什那么因为法拉盛比较是咱铁们侠华家孩人子上嘛。什么学校来的？你跟说说看，人知不知道？Jericho 是纽约天这天边骗长我岛们最好的社区。啊，说他家学那个是什么？他孩子上最好的学校，天天跟我们说，啊，馋我们说根本啊，Jericho 是吧？对对对，他是纽约10分的校区最好的。啊，10分校区啊，他家孩子搁那上学了，他我都知道咋回事，他现实就像你家搁后面住着，他把他水电费那个名儿，把他名儿加你家那个水电费里头了，搁你家开个网，完现实其实你得交钱，他拿那个网费账单，他家孩子上学，他现实肯，我就怀疑他就指定是住他妈法拉盛的了，法拉对，盛挂是名咱们儿纽约这边华人区吗？在华人区好不好？法拉盛现在是什么状况啊？不好，就是那个图书馆那块，很多的刚来的找工作的特别多，啊，不找太工好。作的。现在整体环境，纽约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没去过，都之前搁洛杉矶待着呢。纽约现在整体环境卷呐，就是有很出没出现那个就是那个原，比如原本这活3500招不着人，现在2500大有把人啊。家都哎呀，也这我跟样。你说，那天我们在直播间里还讨论这问题啊，我不知道我这话不该说啊，因为我北京人，我比较直说话，没事没事，就直是。说就行。有一些人过来吧，就是平时200，然后他呢150他就干，啊，就你是能理解吧？见好就收那活的，恶性竞争嘛，现在已经就是狠到这个地步了。我上回连一个谁来的，说跟纽约那边现在都躺马路上那个睡那个银行的那个取款的那个小屋里头，那个银行取款不是有个自助的那个小屋吗？小隔间儿，说睡那里头去了都。现在就你知道这个纽约法拉盛那边有一叫图书馆的，大家找工作就像你们丁胖子广场，知道吧？就跟那儿一样，大家都上那儿找去。那块现在好多人也不好找工作，尤其英语不好啊，都搁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缅街上那个大图书馆的，搁那待着。对，在那儿待着找工作，因为英语都不好嘛，过来人英语都不好啊。现在没了，都轰走了。我这边有说我不知道丁胖子现在人多不多啊？丁胖子一直都这多。丁胖子其实剩下的都是不乐意找工作的，那些就是像你说那种的，200、150干那种的，就是一点要求没有那个。说白了，到最后100一天，他咋的他也出去了，他肯定就不在那待着了。那剩下的都是又挑又没那两下的。啊，现在是这样。整体环境，那这个现在这整体环境，咱说不太友好吗？搁那待着没，有恃无恐的啊。反正真是不好，而且物价你也知道，这几年涨得也挺高的呀。纽约不还行吗？没有洛杉矶涨得凶啊。没有，你知道原来我刚来的时候，我来了不7年吗？我刚来那会儿150能买一车，你应该知道吧？就是16年17那会儿，现在你300块钱买一车啊。16年17年，你要正经说花300块钱上 Costco，你整个后备箱塞满了。对对对，现在也是。现在100块钱买一堆儿，哪是一车啊？买一堆儿。现在100块钱那个购物车也就一半儿。
啊，那关键是你这要说不一直不剩钱还行，你兜里面存个十个二十个，他妈一贬值，那不那啥了吗？那不一下给你蒸发了吗？不？哎，我前两天看你刷你视频，你上哪玩去了？坐大游轮是吧？啊，我记得我刷了你这视频了。哎，现在是粉丝能的，粉丝包的，包游轮，你信？包十九层游轮呢？真的好厉害的。我这回来全蹭粉丝，要说还说国内好嘛？回来这现在整个屋里面这配备享受过百万的配备，自己分儿逼没掏，自己分儿逼没掏，连电脑都人送的。三百一车一百半，那也挺好的。营养没有，真的就是跟大家说什么意思？就是现在这边也很卷了，好多人还想不过来。三百一车已经不行了。三百一车，就是你那屋，我估计我这个人吧，好带点标签，扣点帽子，你那屋估计还都是挺向往的呢。就你们当你们听的这个主播面，我就跟你们说，三百一车，他们已经失去美国特色了，兄弟们。原本是可以吹这牛逼的，就是这美国物价低或者咋地，确实他地多人少，东西卖便宜合理，要不他临期了不是往外送就往外扔。那搁洛杉矶那讲话，五号高速公路旁边天天喂羊的、喂猪的，那全都是临期面包了嘛，知道？还得两天到期的，他就给扔了。他确实是消耗不掉，卖的确实便宜。那关键现在一个是物价通货膨胀，再一个是人太多，消耗不掉。中国人去了以后有特色，三百美金一车，生活物资说白了，毛大进半个月，毛大进够你半个月就是部分开销。不毛大进的情况下，一个礼拜就没了。你要家庭的话，你一礼拜整不好缺啥少啥补点啥。我是一礼拜去趟法拉盛啊，你知道吧？就是一礼拜一车。你家几口人？一千多的生活费。几口人啊？四口，我还有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四口，那你要搁长岛的话，一个月这不得照一万去啊？对啊，还有地税呢。啊，一万开销，地税肯定一万开销，贷款还还吗？哎呀，粉丝就问我说：“你家多少开销？”我说：“怎么也真得照着一万。”啊，就是不是还有房贷吗？还有啊，房贷没有，房地税高啊，房贷没有，光交地税一月一万刀，那我说不好听的，最低一万五，完了到三万多，那你得这么唠啊，那你得这么唠，我房给你住不起，你得跟刚去的时候房给你的住不起吗？那不是属于这边的地税好了，就刚才我跟你说 Jericho 那个地区的地税都要在两万到三万五。我给你开启评论互通，你看我这边粉丝说啥。说还是吧，说还得对，还得说还得是美国天真蓝呐，啊，天真蓝呐，还得是美国呀，天是真蓝的。其实我家这个，我家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庭，但是不是说太那什么的。那人家泳池一个月不得花两百块钱？你用户泳池人一个月多花两百，普通老百姓，你讲话普通老百姓那两百都得算计了，怎么能省出来？那都不是。对，天堂，人那地方都跟天堂，一万刀太夸张了。你看，来，又来杠精来了，一万刀太夸张。他家房子你那是百分之几？一点五还是一啊？一点都快二了。都快二了，那你就算吧，两百多万、三百万房子一年得多少钱？嗯，百分之一点五算花多少钱？三万块钱一年。对呀，就跟你说三万多嘛。三万多一年和一个月三千块钱，哥们儿，地税、啊、保险呢？对呀，房屋险呢？保险，对呀、啊，他家那后院还得有园丁，还得有泳池，还得花个两三百。他一个你还有除草呢，除草你得花钱、啊。你除草他家一个月就是房子扔五千块钱，没吃没喝没住，没上网，没使电没使水，还太夸张了。你这过来就是怎么的？哎，就要这个效果，上来就有杠精，怎么夸张了？你跟我说说。电没他家保险没买呢，手机没开呢了，垃圾煤气水电。车加油或者加电，那一讲话借六七千块钱，啥没吃没喝六七千，对不对？还有这个孩子的教育，就是你们不说这边的孩子教育吗？这边孩子也要报课外班的呀。对呀、啊，课外你看课外班孩子得花多少钱呢？一个月？我家孩子数学课外班一年四千八。一年四千八，一万四四了，就是一科啊，这是。工程三千八。啊，那就是一科。钢琴三千多。那你看，你算吧，两个孩子，一个月一个孩子身上得花两千块钱。对呀、啊。然后还有我儿子还学了一个那个自由搏击打拳的那个啊，你儿子也学自由搏击啊？对，两千多一年。妈，铁侠整不好跟你一个班是吧？哎，一个月二百多，一个月二百多，一年不两千多吗？对呀、啊，那你算算吧，你东二百西二百的，他没吃没喝一万块钱挡不住了，这么算？是这样，你不觉得怎么样？然后你另刚才评论区里面那个一万多夸张的小子呢？那对，来那小子呢低了狗脑子出来说了，来一万多夸张的，也没吃没喝一万多有没有？
能提了脑瓜，你先上法拉盛打工，我看你能挣多钱，房子给你，房子给你白住，你这犟嘴搁那块儿。两千多不是两千多人民币，大哥们，两千多和美刀，不叫了。是这边的吧？压力也不小，跟大家实话实说一样的。他家里开啥矿？这他刚才说的是标准，在那边带孩标准生活，还没说学点贵的呢。你要学个马术，你看看，参加个高尔夫，对呀，你学，对呀，你学点贵的，你再看看。那一年都得万八千，那都算普通的。出去参加个比赛，全家来机票在酒店，你说花多少钱？这怎么这么能降呢？一个星期300刀，四口人还可以，还可以。我告诉你，那是他这个月只要他们家出去下两回馆子，就额外再多1000块钱。你知道我们北京人不爱吃那烤鸭吗？然后我们纽约这边开了一个局去，你猜我们一家四口在那吃了一顿饭花了多少钱？啊，一家四口吃烤鸭。四口俩小孩的话那不能太贵，400多。我儿子16了。儿子16呢也就400块钱吧，差不多。啊，400多块钱。不便宜吧。400多啊，那讲话和汇率差那都合多少了，3000块了。我想3000了。局气，对，北京局气。400多刀呢，在外面下一次馆子。那不是局气贵不贵的问题，你那是普通馆子。你那是普通馆子，正常来讲，你吃烤鸭一只就100多块，在那儿炒菜，98。对呀、啊，给小费，给税。对呀、啊，你400多刀很正常。你好像我说一说，不是普通馆汇率差，有的人是在美挣买，但有些留学生呢，花的还是国内的。资深患者，这两边评论区，哎妈，全是资深患者，真高兴。要说还得跟美国主播连，一连全给你们炸出来，看，哎，还小费呢，还得是美国，看整上这出来。小费20%吧。嗯，20，那你都你是中午吃饭给20，现在洛杉矶晚上吃饭不给25、28。25、28，你但凡熟点的地方，纽约倒没有。你点头哈腰，点头哈腰，抬头不见低头见，你都认识，你给少了你没画面啊。纽约这边最高22。你吃个110-120块钱，你扔150，一点毛病不犯。没事，因为净是熟人。那天我一个东北的一个朋友。然后是开了一个这个东北的饭馆，我们去捧场去，有那个锅包肉，他家挺好吃的。然后100，我们就点了几个菜，他还送了好多。然后花了120多，我老公直接给扔200，就是你熟人你就得给人多给。你送的菜你得折回去，美国潜规则。对，我老公说人家还送你好几个菜呢。你美国潜规则，你得估算一下，一道菜20块钱送你3道菜，3道菜60，全打回小费里头去。你要不你我老公说这个200就给人少了，是这样。你看看，哎，所以再这叫板没有的，那刚才一万扯犊子的来，就我告诉你，他那个地方就跟其实跟全世界哪儿都一样，国内你挣3000也能活，你挣30000你全花了了，你有不够花的，首先看你咋活，对不对？就别好像说了去了3000块钱还能剩的，好像活挺好的，他这还没大吃二喝呢。他也没说铺张浪费呢，他要真说买个包，明天出个海旅个游，乱七八糟全整20000刀、30000刀都不够他花的，我这么告诉你。那肯定，这个就是我没说嘛，刚才我就介绍说我在美国这边就是普通的中产家庭，还不是说一些很富的呀，说什么今天买个爱马仕啊、LV 啊、香奈儿的，不说这些，就是正常的日常开销，嗯、对吧？美国是不是不天黑呀？这。你们是真会唠啊，真会捧啊！你讲话，你给对面姐们捧的都他妈不好意思了。姐们问一下，美国是不天黑啊？真好，天都是白的呢。没有，我觉得我这人还挺大大咧咧的。我今天上你直播间受宠若惊，你知道吗？没事，聊聊天，认识正常。原来我那个啥，我就是你可能不知道，我原来我纯美吹，我家谁一跟我说那个啥出国呀行不行？老好啦，这好那。好的，确实越来越晚了，确实越来越晚了，现在确实越来越晚了，不行，现在就是压力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晚了，物价也越来越高了，还有这个 house 这个涨价涨得也挺厉害的。你瞅这小子，听说美国的狮子都是双眼皮的，好靠人身攻击啊。好，你们不会捧不行就别硬唠了，你整得多尴尬呀。啊、你们整的多尴尬，唠的多尬呀！以后咋连？你看这个鸳鸯双栖蝶双飞是谁的粉丝？不是我粉丝吧？
不知道，我现在不知道都是谁的粉丝。你别鸳鸯，你别给我点关注啊！你那个关注谁关注谁？你别关注我。那讲话，美国抖音 TikTok 封了，跟抖音有啥关系啊？你连就是讲话听新闻听这么长时间，不知道那是俩玩意儿吗？嘿，这抖音都快关了，上哪儿连你？你不行就少打字儿吧，咱把那用户名改成叫用户七什么七九八七六五三的，你改个用户名，把头像撤了，你别才起个名，让人知道你咋回事，多笑话你啊！你别给我点关注，完了用户不乐意了，别给我点关注，多磕碜呢，整那时候，你这是不是装的？一眼就看出来了，你这不是装的呀？你要法拉挣小费去？刚才连了一个去16年还十几年17年的。在纽约住的，说现在工作机会老多了，跟纽约没有，我因为你知道我咱俩第一次联系啊，我这人就是特别直说话，我就是有、我也不美吹，我也不美黑，人家的缺点确实也不少，但是人家也有他的优点。实话实说啊，我这人可能说话比较直，就是人家可能也有他。姐妹看下面那个，就看下面那女的，就可啥那个，就那个人，天哪，大姐，你咋能跟他连线的？这种人吃着美国福利，骂美国咋的了？铁子，你是美国什么机构？你难受了，我拿你福利了。再说我吃啥福利了？你给我讲讲，我拿白卡了，啊，我拿的啥福利？你说来。妈，你还整上天呢？你还整上 Oh my God 这套了？来，我听听你 God 怎么教你的。你搁美国哪儿？我抓你来了，我工作证给你亮了啊！啊，吴轩轩搁哪儿呢你？你来给我说，我面瘫都给你掀了。说话，妈妈妈还吃福利溜福利的，说话。对面的患者让人缠了，什么意思？干啥？美国泳池水可以直接喝，你这不是给大姐上难题的吗？喝不了，那肯定喝不了。美国泳池，你家不装个软水器，洗半年澡，头发给掉没的，还泳池水直接喝？不行，我们家喝水是那个换水，你知道吧？就是大桶的，跟国内似的换水喝去，因为纽约这边的那个管道都百年了。百年的那个水管道。我搁洛杉矶姐，我做那啥的，我做那个。做那个建商的，我 general contractor， 那市政管道，那都不是百年的问题。市政管道，咱正常管道不圆形的吗？那个管道里面平均啊，只要超过50年的管道，这圆形里面就一半是过水的，就只有这个半圆形上面上半部大概60%是通着的，下半部沉积的不是泥沙就是铁锈。他那个管道一旦有漏的地方，因为他那个都是下到土里面管道嘛，2尺深的管道，有的那个什么树根拱的呀，房屋地基压的呀，那管道裂开以后，那个水在回流的时候，就会把那个泥沙冲到那个管道，那管道里面这么宽的管道下面至少30%-40%的堵塞，耳湾那么新的区15%堵塞，对，那水你讲话你纯等于喝矿泉水呢，要说还得是美国打个水龙头矿泉水往左中间直接打开，水不行是真不行。对，中间打开是矿泉水，往左是啤酒，往右是牛奶，你要快去，刚才那小子滚刀那小子快去。不是铅管道是啥时候的事儿呢？是1970几年的时候，铅管道，美国从1998年还是九几年之后，是都改成就是接到自己家那个部分改成铜管了，外面的大管也改了，现在也市政也在理论上讲是有任务的，但是没改全，还是抽过，那不巴巴了？刚才那小子吃美国福利六国福利的，不奔奔了。上外面听憋大嘴，上外面憋气，你一说美国不好。明天一人分来啊，不奔奔了。他连他家 WiFi 呢。你现在在北京，不方便说吧，可能涉及到隐私了。没，我搁上海、啊。老家了哪儿啊？我搁上海呢。我上海、啊。不是我老家长春的，我搁上海呢，是个上海白吃白住白嫖呢，搁这儿。我看了有一期你回去，你那些粉丝开的好车呀，好厉害。嗯呐，开好车，住好地方，后面整个柜子全粉丝。看了，我看那期视频了。嗯呐，白嫖呢，搁国内白嫖，跟我说吃了美国福利了，真是。搁哪儿了？不降了？
都不犟了，老实了。你这样的那个姐妹，那个我你看挺健谈的，你跟他们唠，你享受一下子四千人直播间那个，你跟他们唠五分钟，我上趟厕所去啊，我去上厕所，你跟乐唠啥唠啥唠啥，你说算啊。两千多人，你唠，我上趟厕所。大头鹰是聪明人，对呀，人家不聪明能有这么多粉丝吗？对吧？姐姐说一下美国优点啊。哈哈，说美国优点，我这不又该挨喷了吗？说优点，说实话啊，绿植是很多的，就是不并不是说他这儿空气有多甜啊，这个没有这个说法，确实是氧气比较足，就是空气好一些。你们看后边的绿植。这个我直播间啊，就是我的粉丝都知道，正常优点哈，过敏会过敏，缺点就是过敏。我儿子这两天吃那个过敏药呢，就是24小时吃一片，就是花粉会很多，有优势肯定他必然带的就会有劣势。我看你们都说什么了，太快了太快了，我没感受过这么多人直播间，我最多直播间是4000多人，然后大头鹰说2000多人，他这个是4000多人，这是在纽约州。为啥过敏？因为花粉过敏啊，花粉太多了呀。这边的人大部分都花粉过敏，很多了，因为它树木太多了，花太多了。大头鹰在什么时候怎么不发什么？说吃国饭，蚊子多。这边的绿植，你们看一下，这是我家后院，让你们看一下吧，参观一下。这是这两天这个树枝是我老公刚砍下来的，还没收呢。就是后在收拾后院，这两天在收拾后院，蚊子太多了。外国人挑食也不是挑食，就是他这边的花粉太多了，各种过敏，鼻炎呀，然后会眼睛流眼泪呀，虫子多呀，虫子要喷那个蚊虫药，蚊子很多的。还有其他优点，就是学校吧，这边学校它是从 kindergarten 到高中都是免费的，公立的，私立的你要花钱，公立的是免费的。它这个公立的呢，是从幼儿园开始呢，你们不许喷我行不行？你们要喷我就不说了。就是它这边的公立幼儿园呢，是从幼儿园开始，在纽约州啊，我不知道别的州，在幼儿园呢，它就是一人发一个 computer， 就是这个计算机，这个是免费发的，就是让从小的孩子呢，他都会有一个这个从小就是学习这个计算机系统。这个是不是算优点呀？我因为我也是抖音小白啊，我就是我了解的，我来了7年了，我所了解的我就实话实说分享给你们。还有一点呢，就是他这边的小学呢，就是没有说孩子上不上小学的，就是你不管你是怎样过来的人，他在这边呢都是小孩子呢是会给你学上的，是这样的。计算机从什么从哪儿学呀？他这边的话计算机有就是免费发你一个笔记本电脑，他的所有作业呢都是在这个上面学，所有的孩子每天家长回来以后呀，让孩子做作业，他有那种纸质的作业，作业少一点，比国内不给孩子上学，不是国内不给孩子上学，就是这边的话他不分你是什么地区的，咱们国内也是9年义务教育，但是这边呢他是不分你是哪个国家的，就是孩子来了以后呢他都给你上，就哪怕你是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不管你是哪儿的。你们要让我实话实说，说一些这边的优点，就是我感受到的，就实话实说的分享给你们。你们也不用说谁来喷我啊，这个就是实话。你们有可以了解一下别的主播，我说的哪一句是真的，哪一句是假的。兄弟们集合哈，国内是义务教育，国内是义务教育啊，国内现在，大姐别太搞什么，你们说的太怪了，我都看不清楚。别看评论了哈。他评论太快了，看不到了，没人喷嘛？没有，他们就说有的人说你是美吹呀，吹人的教育啊，医疗不是免费的，医疗呢它是要上保险的，就是你要自己上保险公司，他有随便说上啊，行啊，我不看公屏了，你们太快了，我就把我所了解到的，跟别的主播不同的说的不同的，你们就听听就好，就是这边的医疗呢，它有一些是。自己上保险公司，他有华人的，就是一些经济，就是你要从他手里去上，你因为你英文刚过来不好嘛，你可以上一些保险，他有几十美金的，大概一个到几百美金的一个医疗费用，这都是要花钱的，他也不是免费的呀。我是去年拔了颗智齿，你们猜猜智齿花了多少钱？智齿是保险公司不批的，你们猜一猜，猜一猜，
并不是所有都是免费的，说哎呀这边医疗真好呀什么免费的，那肯定不是的，致齿就是保险不批的，480美金，拔了一颗牙480美金致齿，480美金。然后我家儿子在这边那个就是做那个牙套牙箍，牙箍是这个2年矫正，就叫矫正啊，2年花了5000美金，这些都是保险不含的，就是这些都是你要额外付费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你都要是给你免费报的，它有一种叫白卡，那个是免费的，但是那个呢是属于占用福利，就是你要是名下有房子有工作有工资了，它会从你这个卡，就是会从这个卡上给你扣除掉了。上麦怼他。博文来了哈，牙齿矫正国内，牙齿矫正国内是不是也差不多，这边是5000美金，你要是换算过来也合3万多，可能跟国内也差不多吧。不存钱我的智齿怎么这边智齿没批，我当时是3颗智齿然后都没批，但是我有一颗是坏掉了，然后坏掉了以后呢我就说太疼了就得拔掉嘛，必须自费，就是你要在这边工作呢你没有这个钱呢你就得疼死，真的你就得挨疼，要么你就吃止疼药，要么就自己拔掉，这些人家是不管的，别说这边医疗有多好，就是有一些也不是报销的。我真是啥也不懂硬吹，我吹啥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实说，我的老粉丝都知道我是亲身经历的，我才会给你主播正能量哈，我是亲身经历的，我是来跟你们分享，我没有吹也没有黑，我自己花了480拔的这后面这颗智齿，我是实实在在自己花的这个钱。我要让孩子上乙型打金牙呀。预约等半年，预约倒不用等半年，我当时这个智齿呢它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自费的话当天就能给你拔，但是呢我是想让保险批一下，就是如果保险批了呢我不就能不花这480了吗，但是保险批你呢就要等1至2周，就是看你啊，别看公平哈，就是要看你愿意不愿意等，你能不能承受起这个疼痛。当时呢我呢又不想花这个480，我就觉得哎呀保险万一批了呢，我就回来吃了2天这个止疼药，保险还可以，3天就给信儿了。3天他就说你这个那意思不是很严重，反正就给你找任何的理由不批你以后呢就是要自费。自费花了480，完了当时就能约上。主播正能量哈，就是把这个拔掉了，当时拔了就不疼了，说的挺好哈，不看评论，你们还想问什么可以等会儿你上来，幻想上了几十块，但是我觉得挺贵的，觉得拔一颗牙480美金，我真的觉得挺贵的，保险三天给的信儿，拔牙480美金，拔的智齿，国内拔智齿100是吧，这边肯定贵呀，这边看牙最贵，我跟你们说啊，这边看牙看眼睛都比较贵，都是好多保险不含的，我们说拔牙呢，说拔牙保险也不含。不是你那屋那要可什么玩意儿，你设置隐私了别人看不着，那讲话了、啊、哎呀给大头鹰这顿骂，我这个就瞅着自言得劲，哎呀这人家主播一说啊，这边孩子学校上学那都能上，公立学校都让上，这给他杨伯搁后面我都能隔屏幕感觉报个榜，看人家免费上，这家给你能的咋的，哥们你美国的呀，你问问这姐们去看看地税单子上面每年给学区交多少钱，那是免费学校吗、啊、周边学校周边能上这个学校的学所有里面他的居住的房子里面每年的地税固定百分点里面是有交学费的，你上学不花钱不代表住周边不花钱，人家只是千算万算没算到华人能玩出分租这一说来，否则正常在周边人家学区好也好不好也罢，你的地税里面是要交学费的，你国内叫义务之教育，国外那不叫，公立学校不叫义务之教育，好吧，你地税里面是涵盖教育费用的，他这边就是你好的学区地税就高，这个是都是挂钩的，这家给他洋门的包个本，人哎人免费，这家给你能的免费六费的，那看牙美国牙医保险是单买的，国内看牙走医保的，这你说1000到10000，你国内不管拔牙多少钱国内走医保，正能量六能量的搁那块，这家给他急的，哎，大头鹰巨垃圾，大头鹰吃美国福利，吃美国家给你整着急。
说话就是话的，说来我说的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要不你跟你家主播主播求证一下吧。嗯。哎呦，是没了，快慢了。没黑，走不走医保？我这走不走医保？国内走不走医保？美国能不能走医保？美国医保有没有包含那个？这边看牙洗牙是可能会给你洗，但是要些有一些什么种牙呀、智齿，说的是智齿，都是花钱的，哥们儿，说的是智齿，矫正牙齿那是医美行业，那跟医疗有关系。那个都花钱，我儿子花了5000呢。国内矫正牙齿的又不能那么贵，用不了那么贵。一般我搁国外的有好多都是孩子回国的时候矫正牙齿，要不然就拔牙，都是回国一顿半了。哦，工作好，他那谁博文说工作好是包的是吧？抬杠，工作好包，拿谷歌工程师说吧，掉头发都有钱。拿谷歌工程师说35万一年的，当那个啥的，当 manager 的。哎，你还能连上别人吗？连那博文。来，不是你开播，点开播连进来。那博文开播，他博文，你不是想连吗？对，连开播连进来说了，来抬杠。工作不好，铁子，你保险再好，能比我的好啊？保险你保险再好，比我的高级。根管治疗是可以保，但要批，你要让保险批。哦，和你有劲吗？博文还说想让博文上来聊会儿，浪费时间，浪费时间，浪费时间没劲。完了那个，但是打字行，你就是逞口舌之快呗，逞口舌之快，要你说呗。你要唠工作好的，你要唠工作好的，咱要说要啥国内外你对比，像国内工作好的啥水平啊？大病险啥他们就全买了以后呢，那讲话看个病还得他妈还挣点儿。我告诉你，不用多，自费额3-4千的，你那险光光补完了以后，你还得挣点。唠工作好的。拿工作好的跟国内送外卖的比，他挺大的，人家低了个脑瓜不乐磕的你，五迷三道，跟谁俩喝点啤酒吃点花生米，是给你点脸了，浪费时间。博文粉丝也挺多的，博文粉丝多，他你们都是大网红，博文15万粉丝呢，就我是个小主播，跟粉丝没关系，15万网红低了你能脑瓜开播，不行过来打个 PK， 咱不唠嗑也行，网红六红的。给你脸了，网红不给你脸、啊。不说你了，博文不说了，不说了。博文是谁啊？谁都博文六文的。开播，上来开播磕的我了，上面当面掰扯，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妈说点不好，你可不乐意了。你报个榜，你肯定可不乐意了，你呢。嗯。开播不就完了吗？开播连接15万粉丝没直播权呐，要不给你开一个。有没有？谢谢啊！就好这口，现实就好这口。谢谢。我现实就好这口。博文是谁？上麦批的，上麦批的都有。谁到了？有些粉丝。暴揍我！暴揍我来！你揭穿我所有谎言。每个主播其实都有每个主播的特点啊，就是看你喜欢不喜欢。实话实说啊，嗯。啊，这个博文，厕所现在有。嗯呐，那博文六文的，行，来你上来来，你都开直播连进来，咱能4人连线，直接说就完了呗，这么多人支持你，来给我兄弟们给我扣一波支持博文，支持博文，给他点信心，来，你开播我给你刷墨镜，我带墨镜大队给你刷墨镜，你开播来，明星厨子，我看看你个除了华人圈有没有认识你的明星厨子，明星六子的，谢谢。谢都支持你，天看光光刷，都支持博文，那光光支持你，快开播吧，来，谢谢。你家还有搁这屋看搁这抬杠的功夫，10分钟才唠完了，上来纠正一下子了，咱听点客观声音。对，博文也挺要比较直说话。那直来，咱我你看看谁直，我更直来。博文六文的，博文下，博文六文的。大主播，大主播不说话了，大主播气憋憋嘴出去咋炒菜到点了，12点了，上灶了。人家都对，你们都是精英，都是精英，没时间他俩就搁屏幕扣字儿呗。铁子，你就是我说不好听，狗字儿不是吗？你不是，那么损狗字儿不是吗？搁华人圈讲话商业互捧，你妈还当上明星厨子了？你多明星？你说我听听，米其林几星？谢谢啊！
咱在本地玩总得遵守人家本地规则吧。咱看看洛杉矶本地华人呢，还是那个纽约本地华人，看看你几星米其林，咱有时间去品尝看看去。我也支持博文的粉丝，你看也不少。那我也支持博文，我也支持博文，我个人都支持博文。就对你打死大头鹰，给大头鹰打死，啊，行不行？你博文催一催，博文呢？博文出去了？不知道呀，没说话一直。垃圾六级的，你搁这块一个个就得听点，没事得听点啥，没事得听点主播晚意林，人家主播跟你说的上学，你光听上学嘛不要钱，你不听主播家房一年房睡觉多钱？表演，博文说话了，博文说看咱们表演，看表演呢，你开播呗，连进来呗，有啥想说的直接就说就完了呗。对，博文其实没事儿。就是啊，你咋话隔着互联网还有平台规则搁这呢？谁能咋的呀？有话咱就说呗，你搁这评论，谁到你搁评论区阴阳怪气整那出干啥的大老爷们儿？没权限呐，是没权限吗？有权限直接播不就完了吗？低了手机现在就打开，我也不压你麦，是不是？你给我怼哭了他，给我们讲讲那个美国都带牙医险的，包含智齿，还包含牙齿整形的，是买的是哪一家牙医险？一月合多少钱？什么月的什么样的工资能挣上这钱？对不对？什么样的那个公司职位能给这种保险？给我们讲讲，给我唠他妈人中龙凤呢，搁这儿。他是不是？快上来呀！没有，博文没上班。这上来聊会儿没事儿，谁到了？紧说没事儿没事儿的，你上来唠会儿来了。谢谢谢谢谢谢。你这是这么鼓动大哥，大哥就不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就不开，就不开。谁到了？我都听不下去了。这么磕的不你波哥不开，看你表演。铁子，你要真说好，能说好了，咱就是咱就是班的班的横向对比。你别整那个卑躬屈膝站不起来那出。国内以前有没有？确实没有，实话实说。美国以前牛不牛逼？确实牛逼。那么时代不一样了，你睁开你那个瞎眼看看，非得给你两句得劲儿，往心里去去，不是没有。听女主播讲，你不是没有，是你不知道而已，是你档次太低，你没接触过而已。你现实跟大勺，你跟大勺当朋友的，你现实朋友全是大勺、小勺、炒勺。你睁开眼出去看看，你见过啥呀你？开播进来怼死我就完了呗。快点，你快点拉倒吧，博文，你博文不让说，你快拉倒吧，他让你快拉倒吧，博文，忍不了都不行。支持博文，支持。那不是那个观点上来讲，我到现在不知道是哪儿发生的问题呢？哪儿跟博文认知不一样？就保险这块啊，就保险这块儿，是刚才唠保险这块发生，对对对，发生歧义了。他说是工作，就是有的工作就是也都报嘛。咱说那个有的工作，你咱是唠普遍状况，还唠极个别呀、啊，对不对？普遍状况你不得唠工薪阶层吗？你不得唠就是小康家庭吗？你唠那个极个别拿年薪，个人年薪三四十万的唠包这包那的，你买得了呗？你让他包啥呀？你挣那些多费劲呢、啊？一月花600块钱啥保险买不来啊你？抬杠吗？我这边有一个这个大哥是警察，你知道吧？他都不是百分之百保，就看牙。大盖帽跟美国可跟咱家不是一个待遇，搁那边那是属于高、啊、看牙不是高中上 City College 不愿意，上 City College， 要不就服点那个上当点兵人啥的，退回来能继续念念书就念书，念不了书就当人家那边盖帽去。懂点那个，但凡搁那待个超过5年，没有不懂的。抠字没意义，对谁你可老抠啥字？你整那书完，你是咱我说不好听的哥们儿，咱要说观点有冲突，博文给刷跑车了。博文甚至上来就是啊，你上就完了呗。你真说意见有冲突，你大方上来，你就直接来，你说这就不对。你别唠，你缺不缺跑车的你。你铁子，你又不是他妈89级消费大亨，你现实29级，你搁互联网上你也没啥画面，缺不缺？你老唠缺不缺？谁缺那个啊？那不是个精神鼓励，还得你缺跑车吗？你缺大勺，你家缺煤气罐，你现实瞅你菜得了，你搁这颠勺的你。害怕啊？博文害怕掉粉，应该不至于。
你知道我了解这个博文，他就是说话比较直，可能跟你差不多，就说话特别直，性格也比较有个性。直没问题，咱有一说一嘛。你要咱要不抬杠说的话，有什么探讨？对吧？咱要不抬杠说的话，如果按你要按人家中位数，或者是按人家那个中产家庭，比如六万的时候，六万里面包不包啊？包不包你说的压一险呢？对吧？你要说包哪家，你咋回来？你说我听听。我们开公司的不到这个，哥们儿啥体量啊？炒菜是，谁道啊？妈颠勺就好好颠勺得了，啥他妈明星厨师、六星厨师的，你还挺不服？不服你开播，开播上来说了，不是不让你说话。不上来就算了，不上来就算了，大家就算了，嗯。不上来就别要画面，别打字，搁那老实趴着，就跟刚才那个可什么玩意似的，搁那瘪着怼你了，囊塞你两句，搁那听着。连不了麦，明星厨师吧，明星厨师饭店菜品其实要求很高，他必须得亲力亲为得干，他那个待那个后厨排风一开听不着，急了，他博文你说什么急了？排风一开听不着说话，嗡嗡响，工作环境嘛，那你毕竟你现在美国人正式工作时间，你不能不上班，人不像咱是个只互联网吃饭，人家不差那个跑车钱，人现实炒菜不少挣，对不对？人明星人家是。明星炒菜，明星炒菜网红，是属于米其林三星。刚才看了米其林三星，挺牛逼。嗯，做啥的哥？土豆粉啊？做啥的明星厨师啊？做啥菜的？别急，快多聊一聊啊！做啥菜的啊？我看他说了吗？我不知道啊，做啥菜系的啊？米其林五星好市民，对，博文说什么了啊？就是下面开始无能狂怒了，跟我连要掉价了。我这么帖子，我这么给你画面，我说实话，我这么给你画面，我让大家刷屏支持你，还给你刷跑车的，你还不稀罕？我哐哐就邀请你上麦。是不是整点节目效果？完你还就又掉价又啥？你多值钱呢，铁子！哎呦，博文，你真的太有个性了！真有个性，你个老颠勺的，你要什么画面啊？给你脸了，你这么颠勺的，不给你脸，铁子你是啥呀？你见过啥呀？我听听。博文六文，你个老颠勺的，你还掉上价了？咋的？降你工资了？啊，卷起来了？谁到了你还整成个性了，你还觉得自己挺桀骜不驯的，是不是那个粉丝往上涨得慢的时候还得说，哎，我就没用心做，你有那两下子？来，你这样的，我就现在掐上你脖领子，你是有那两下子是咋的？你整那出呲嘴獠牙的，搁那个评论区呜呜喧喧，搁老打字选手，你又不是开不了播，你开播怼我不就完了吗？他打字气的手直嘚，掉价，你不行就别搁那叭叭。不行就别搁那评论区搁那叭叭，给你两句你还破防了，掉价六价。博文锤打头鹰，锤我呀，对呀，都这么多人支持你，锤我就完了呗。真的支持博文挺多的，嗯，都支持你，来支持博文的扣波一，你看看这直播间讲话，一共才多些人，都支持你，你锤死我不就完了吗？你上来给我上上课，美国基本保险怎么带牙医的，怎么带的，还是这个也带，那个也带的，来你给我说几个带的来。不是公司给你单买，一个月从你工资里面扣保险多少钱？上过班没有啊？你除了厨师干过别的没有？你报的你一个月，你讲话一年你都报1099税选手，你装什么正经员工？搁那块这个那个的，妈一说美国不好，给你难受怪，难受怪，那单买就单买，又不说没有，又没说美国没有保险，有保险你紧张啥？明星厨师、六星厨师，那个老颠勺选手，你都搁这扣一支持你开播呀？这呼声不上，哥们儿，这么这一边倒形式全支持你不上、啊。博文非常有个性，真的，我了解他，还个性，那叫梗，那叫梗，那叫梗，那到话到这份儿，那不纯梗吗？有个性，有六性，尿性，啥你也不是，就别以后别搁这要画面，绕着走，绕着点走
啊，你讲话人跟连麦，你少搁那打字要画面，你给人刷了，你人榜一大哥呀，要不俩重新开个 PK， 你掏点，我看你家是现实啥水平，方不方便，博哥，博哥，文哥，明星厨师哥，米其林三星哥，啊啊，感谢大 K 跑车，方不方便，博哥。我说你们大哥派大头鹰，没你大脑袋、啊，又跟那整无能嘲讽那出了。你这就像啥？你小时候，博文，你小时候玩过传奇没有？你现在那个界面有点像啥？有点像人打的屏幕都灰了，搁地上躺着，完咣咣搁那扣字儿，操！你就这选手，狗屁不是你，你屏幕都让人打黑了，你都，你屏幕打黑了，你就别搁那打字，一会儿掉线了。抓紧小退吧 ，Alt 加 X 抓紧下线就完事了，你说呢？是不是博文啊？人家懒得跟你说话，真。一打一个不吱声，一说一个懒得说。行，拉倒吧，别磕的博文了，别磕的了，先炒菜吧，炒菜吧，哥们儿，别一会儿整的那个心情不好，晚上再让你扣你30-50的，犯不上。啊，炒好好好炒吧。一个在美国拥有牙医保险的厨子，一个在美国拥有牙医保险的厨子，明星厨子，炒吧，好不好？博文，博文遛文的啊，别上了，别上了，别喊上了，别强人所难，兄弟们，啊，别强人所难，没有必要，整的好像挺那啥的，怎么还给人妈关立柜里？你们说话别太过分啊，干啥给人家关立柜里面啊？其实大头鹰破房呢，对，我破房呢，我这让人家，我让人家妈一反驳我，给我整的我有点就是兜不住。当我在这么些粉丝面前，他反驳我说话，就是说美国有好保险，那我不得破房，我嘎嘎破房。他再来两句我就崩了，我这心态崩了，我都退网，我都得账号给他，继承给他，以后叫博文明星工作室啊，明星厨子工作室，米其林三星土豆粉，是不是？杨贵妃吊烤五花肉。崩溃，对，我都崩溃，我崩完了。你们那啥，你们那个乐意跟大小姐唠嗑的，你们可以跟他点上关注，唠一唠。谢谢。点上给人点上关注，别老议论说主播人少，主播人多的，不出来了，不逼他拉倒吧，不逼他那咱也别揪着一直不放了。你讲话都打的屏幕都黑了，你还没完没了的，一点意思没有啊，一点意思没有，现实忙了呢。博文掉到14.9，谢谢大家，怎么整的呢？咋还掉粉了呢？你给人点上关注，你们给博文重新点回150,000，怎么还掉到14.9了呢？那不上麦还掉点，博文刚刚150,000了哈，谁到了？不上麦还掉点呢？怎么？他说怕你给流量，怕给我流量，铁子，你这就有点像啥呢？你听不听过笑话？说那个。说美国那边那个什么存钱利息不怕崩喽啊，我怕，我聪明，我都没存，幸好我没存。讲话他想骗我这350块钱，不可能啊！美联储想骗我这350，吹牛逼，我把实实在在的把好好的，一年稳稳当当吃4.5块利息。你不行你就饿死吧，你还给我流量，你有啥流量？铁子，你都快流浪了，你都。你讲话，你那勺大勺，你大勺今天你就颠勺的时候轻点，别整太大脾气。你大勺颠大了劲儿，大勺颠破了，你明天下岗你都流浪了，你都，你还流量？你有啥流量啊？你有啥流量？你现实啥粉丝你自己不知道啊？进来以后一说，你一说，看美国天蓝不蓝？下面蓝，这牛逼主播咋去？主播给介绍工作，主播我看你在刷碗行不行？你自己啥选手？你自己没点逼数。我饿着你就嘴快了，谢谢。哎呀。光剩呼吸，你谁到了？没那两下，这大头心态崩了。对，精神胜利呗。铁子，我当年玩传奇世界的时候，我让人屏幕打黑了，搁地上躺着骂人，没有能骂过我的。别人打一条能打8条，全家给他问候一遍了。垃圾，你等吧，你晚上别挂机。狠话我也能说一堆。有仇不当场报干啥呢？手机也不是没电。对不对？手机也不是没电，又不是没网，也不是没有直播权限，
讲话那点粉丝还怕掉，铁子你那点粉丝有啥用，留着给孩子像当遗产呢，那孩子一领上那讲话若干年后孩子一领上，我开开胳膊看啥玩意儿，屋里一共仨人，主播我到现在还没走到美国嘛，我走反了，走撒哈拉沙漠去了，你那粉丝现实有啥呀，这么大偶像包袱呢，那粉丝六十的，你看关注你那些粉丝，讲话刷个粉丝灯牌好大钱呗，主播我给你刷灯牌到美国能接我吗，我给刷灯牌到美国能接我一下吗，不一定，看这月我能签过的话你上 LAX 接我，签不过的话你上那个提华纳边上，你上大墙边接我，反正咋的横竖我都得去，逼逼赖赖可得你脑瓜打一排小包，脑门打一排小包，给你打转圈打小包，中间打个打跟雷震子似的，你们俩刺嘴獠牙的啊，这还有带地狱炮，在这个星球上必须远离东北人，铁子这边不方便，这边不方便，要不这一口大粘痰揪粘揪粘嘴都给你粘上，嘴上有味儿啊，真有味儿 啊中华小当家啊，咋的，博文跟中华小当家有联动，我操，失敬失敬失敬，博文不好意思，博文那个给你道歉了，博文不好意思，失敬啊，你跟中华小当家有联动，是属于就是到国外把那个厨艺发扬光大，搁国外跟老外线上 PK 厨艺那种的。对对对。啊这种的把中，操，实际上不好意思，哥们儿，刚才节目效果你也知道，我这人嘴碎。你下回能不能？你下回你先说。啊，我寻你开饭店搁后面吵吵的呢。我不说了吗？博文比较有个性，其实他是给咱们争光的 啊，他是在美国参加那个厨师这个比赛。我讲的给咱们中国争光的啊，争光了，争光了，铁，你现实饭店搁哪儿？我叫朋友过去，跟彭部长，这个多甩点小费，写上对厨子敬佩，行不行？中华小博文，中华小博文啊，你看，你这扯不扯？你这不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吗？我看过他电影，我看过博文电影。博文当时对面老外搁那史密斯个 BY 搁那撒盐呢，撒一胳膊，当时使出必杀技了，啪啪撒盐，博文这边直接勺一叫，下面火开最大，玻璃盖一开勺，砰一下大火直接窜两米高，旋风冲锋龙卷风土豆丝啪啪啪啪跟那走，对，是你博文是你，但我说实话，我这儿你也看着了，别我看着汤都给你掀了啊，锅大勺给你摔漏他，听着没有，六博文六文的大勺给你摔他啊，给你点脸了，就是他，啊，炒土豆丝，炒土豆丝锅气熏出幻觉来了，这是。手臂上手绢解开，对，这师傅传承的大菜刀，上回剁大骨头是剁崩了，要不那功力能发挥更好，那土豆丝不至于切那么粗。老外过去了以后，整个啊，这是 fries 吧，新鲜炸薯条，这是新鲜炸薯条，不是，这是塑胶土豆丝，妈切这么粗，妈他洗师傅给我留刀崩了，拿刀背切的。哎，你这口才是真好呀，要没这么多粉丝呢。没，先整节目效果呢，要不多尬聊，我那边人疯了，我那边平台疯了，今天晚上骂人来的。要不搁这头吧，我就正常这点都不开麦。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挺能说的，但是在你面前，你看我都说不了话。习惯就好了。我原来一两万粉丝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刚做的时候，晚上我都早在美国的凌晨三点钟左右起来，跟国内对时差。完了直播，我就是上户外，我家没有你这个院儿，我上马路上坐着去，后面车来车往，天儿黑的嘛。我有时候也去户外，对，我这凌晨三点钟搁那坐着播了半年。整个洛杉矶最难熬的冬天，我全都播完了，播半年不容易，其实对不好整。但是粉丝少的时候，原来我也不善言谈，后来就是逼着走那条道去了。不是，还是就是脑子里边还是有东西的，要不也一般的话也说不出来这么多话嘛。有啥东西？我最开始吧，贼乐给自己一个定位，每一次张嘴中间口头禅都说不吹不黑。总说不吹不黑，就因为他我确实认为美国是有好的地方的。但后来就走着走着走极端了，说没啥好，因为哪个地方它都是好的有不好的，对吧？就是看粉丝关注哪方面，你快了，他想听听好的，
你快了，就跟他讲讲好的不好的咱们也说说，对吧？你快了，你现在总说有好的有不好的，你看他看牙挺贵啥，你快了，再接下来很快你就会有开始有那种质量高点的粉丝。我现在不是说你现在粉丝质量低，但是实话实说，确实从打字字里行间上面看，确实沾点无能怒吼那种。你等到慢慢的啊，你接触点，比如说国内有层级点的什么明星也好啥也好，给你当成粉，不是明星，就是说老板呐、啊，或者是做买卖的高学历的给你当上粉丝以后，他会给你讲国内现在这针对于这个，因为国内一直都在追。这个实话说吧，没从来没放弃过，国内一直都在追，很多东西是硬搬也好学也罢，它一直都在完善，很多东西其实有了，但是你没接触到，因为你在国外，比如你在国外一直待着，我说实话，在截止我2016年回国之前，我一直以为国内就是生场病，就基本上家里攒多钱全花了了，我一直就那么以为的，我小时候就这么以为的，包括你直播间里面现在有多少人还是这么以为的，有一哎呀国内一场大病直接回到解放前，都说这话，都说你们真有过病吗？真看过病吗？国内也报销吗？不是，你不单是报销，真说大病，你要大病险，一年两三千块钱那个险你买了，你得上病你还得挣点。我身边无数个实例都告诉你，没见过，别搁那瞎说。这怎么算过？你看这文，现在不是吗？现在不是吗？你去看看去，包括曾经就是那些天价的药，曾经贼贵的那些药。现在价格都打下来了，什么靶向药什么乱七八糟的，不了解真的别乱说，别好像整个那个无知刁民那出，啥也不知道，完张嘴就来，哎，那国内一场大病没了，你那是没碰上，你碰上一次，你是正儿八经买保险的，没保险咱别说，咱国内没保险还能当五保户，对不对？没见过，别瞎说。国内方方面面，包括教育啥，你教育你要说卷不卷这另说，为啥人太多，人确实多。但你要说教学资质，你真在美国上过学吗？美国四年级的小学生拿出来了以后，你看看他那个数学题学的是不是国内一年级的，对吧？别叫板，谁跟美国上过学，谁跟美国家有孩子，拿出来看看美国四年级家小孩学数学题是不是国内一年级的。公立教育，你他对他的他学区好不好，公立教育好不好，你问他等他上大学的时候要不要学费啊，你问他等上大学的时候他 GPA,SAT 他考完了以后看不看课外班啊，你考 4.0 就行了就招你了，讲话人家敞开门招 4.0 的，你考 4.0 就招你了，30个名额全国符合的，讲话一考上数十万人都符合，咋要他不要你呢，比啥呀，咋比啥呀，知不知道，比他刚才说那些什么额外的数学课钢琴课编程课体育课音乐课，比额外才艺，对，你额外才艺一年，他是刚才自己都说了，额外才艺一年随便一科几千块刀，几千刀一年，那还是普通的，那真的找那种名师一对一上课一年上万的大把的，你学三科两科你先能付起再说，搁那块一个个好像你孩子给你孩子扔长岛去你能上上学似的，我不埋汰你就他家后面偏岔子租一下吧，就是这边的中产以上的他也很卷的，咱就说你他家后院偏岔子把后面车库腾出来，你问问一个月得租多少钱，先看看你这刷个碗也好啥也好你先能不能挣起再说啊，要画面好像你们懂似的，一知半解的，一天的啊好像说不好了，那是叭叭呀，叭叭说，我刚才说了，我刚才跟你们说这个叭叭反驳我来啊，反驳我，谢谢鲍叔给你做小学出去留学的啊，鲍叔给你做小学是直接上那哪儿的，直接上美国长青藤名校的啊，我在接我女儿放学呢，你这不是你这赶不没搁家吗，刚才不是搁家呢吗，在家，这不我家前院吗，啊，等那个校车回来，对，夸一下子美国校车，有那么一会儿校车来了看一眼美国校车，我这个镜头转不过去也不知道怎么转镜头，点下面右下角三个点儿啊，右下面三个点啊，点开以后有一个翻转，往下拉一个翻转，往下拉翻转，等会儿没看见，嗯，哦，看见了，感谢乱世清欢跑车，对，这是我家前院，看一眼，一会儿看一眼校车，兄弟们，美国校车，我往前走没信号了，我给你们这手机落在这儿了啊，美国校车看一眼，比运钞车都结实，这不得感叹一波。哎那个姐，十分钟啊，姐们，一会儿孩子下车的时候帮问一下孩子车有没有空调啊。
我只能把手机搁这块儿，前段没信号了。你看这美国这网络多差劲！一会儿孩子回来以后，一会儿孩子回来以后，当面问问美国校车底，我没信号，一辆车接去问孩子有没有空调。我的粉丝都知道啊，往前走两步就没信号了，这肯定是我的粉丝，真是啊，5G 真好。真是没信号，就是我家这条马路就没有信号，完了过两条街有信号，是这样啊。哎，回来了去了啊。哎，看那校车，哎，看见没有？放壳子，嘎嘎结实。运钞车撞不动它，就是啥都挺好，就没空调。这没空调，其他都挺好。美国校车一停，其他车都不能过。贼先进！我原来搁长春小时候，像在孩子这么大的时候，坐八路上学，那个叫八路公共汽车，小公共，26人载位的。哎，看见了吗？啊，看见了。有没有空调？你没问问孩子？你们他都不知道空调什么意思吧？你知道什么叫空调吗？你车上有空调吗？妈还养个小马尔基斯。哎，没有，约克夏啊，约克夏啊，嗯，养个小约克夏，保时捷，再聊一会儿我就下了啊，孩子回来了，不是，孩子不能作为主角上镜，就是扫两下没事，孩子啊，没有，没让他出镜，太好了，我还真长见识。那你家那个泳池上面怎么没有那个自动滚来滚去搁那吸那个呢？自动吸落叶那个，这个机器人啊，给掀开了。嗯，这不后院昨天这两天找这人弄这个树枝还没清理呢，你看看，就是刚收拾。这两天纽约不天热了吗？刚在收拾后院，还没收拾完呢。怎么板着？你看还得是美国人家后面后院有跳板，人家后院有跳板，能跳水池子里，后边还有蹦蹦床。还得这边好像小孩子多嘛，就是家里都要买这个蹦蹦床。是，对，逢年过节的还得给孩子买充气城堡呢，但他家是后面有游泳池放不下了，还得买充气城堡带滑梯的。嗯，对，我朋友家有那个充气城堡，真大呀。不是恒温的，要安那个加热的系统，在$20,000+，好像挺贵的。他家旁边没有 swimming pool， 没有那个功能，你下面没有那个管儿，没安那个，挺贵的，没安呢。嗯，一个swimming pool在纽约，我估计90,000吧，差不多。美国真好，好交什么电费？交电费，人家美国太阳能的都，家家房顶上都太阳能的，先进，贼先进，贼早。我家没安太阳能。不是，现在新房子竣工，全美那个强制性的。哎，强制性太阳能30%供电。是吗？对，纽约这边房子老。不是新房，它有翻修嘛？房顶翻修，包括新盖房子，必须上面有太阳能。哦，加州那边新房子多，纽约这边不行，都特老。你看这个，你猜这是哪年的？来，离远点，你打着我专业口了，你打到我专业口了。我跟你说，我离远点，这个5G 不行啊，WiFi 不行啊。来，转我看上面，这应该是60几年的。哎呀，牛叉啊，真牛叉，六七年的。你看。六几年是属于走的 California roof 那个大房顶，大房顶小斜坡，走的是美国西海岸风格，大斜坡房子是防下雪的，它这是属于小斜坡房子，对，嗯，六几年真是六七年的，厉害啊，嗯，专业对口，对，专业对口，还真是建商，我告诉你建商了吗？而且他家后院这个后面这个水泥坛子是后盖的。挺老的，你看看。嗯，他家后面这水泥台后盖的，他那个后院进门之前应该有，现在的正常建商要求应该有那个啥，有半尺高的水泥台，他这后院是已经磨平了。这是在长岛，这是我家后边这边。嗯，长岛这就算标配了，这就算不错了，这房子保养程度。对，这就算普通中产。他应该这房子可能是2000年左右翻新过，他这墙的外墙有包的这层。我是五年前买的，他应该是2000年左右翻新过。他用的是那个 Home Depot 做的外墙皮包的，里面原本外墙皮看着挺新的，是吧？不是，你现在敲一下，那是木头吗？木头的，不是，现在这一棱一棱是木头吗？是。你拍，你就往上拍，这不是木头，这是板儿，姐。板
板，这是做的木纹的板儿、哦，这是翻新包的板儿、哦，木的板儿哈，对，嗯，这是板儿，这不是木头，你原本房子不长这样，这外面这是2000年左右翻新的，哦、嗯。老拼接板是吧？对对对、哦、，vinyl 拼室外的 vinyl 拼接板。你知道就我家这个房顶上边，从上面看啊，特别蓝色的，就是新的，翻新了两年。那个房顶买的时候，当时他说是新翻新的。他这种房顶肯定得翻新，你想想六几年的。古玩鉴定专家，这个兜兜搁这块阴阳怪气的。不是他那个上面他那个房顶是属于胶顶，他那个但凡瓦顶翻新，他家这房顶翻新个四五万，对，里面木头外面包的便宜哈。你要整个房顶翻新肯定四五万，你现在那是胶顶，上面是用的那个咱家叫啥叫油毡纸，对对对，好像是那对，反正是那个蓝色的那种，对，蓝色的油毡纸。然后他说是刚翻新的，我买的时候他说这个你能省不少钱，还真是。嗯，博文翻新，博文是厨的，人明星厨师，人家是美国小当家，你整那个老刮的人博文干啥呀？博文现在都干活去了，好不容易这么这会儿过去，你老刮的人干啥呀？彩瓦缸不是彩瓦缸，他们那个上面是油毡纸，就以前像沥青似的，得拿沥青粘的，哪块破了拿沥青粘的。对，就是下面铺层油毡纸，上面铺的是沥青的垫儿。嗯。对，油毡纸沥青。那个谁，大同学，我下了啊。好嘞，好嘞，好嘞，你忙，那下回有机会再聊啊。谢谢你啊，谢谢啊，给我这个画面，谢谢。那好嘞。那个我不要，我孩子回来了。给人点上关注吧，兄弟们，给人拜拜，点一点啊啊，每年得刷。谢谢。嗯，好嘞，谢谢啊。啊，拜拜。有空再聊啊。好嘞，拜拜。